大家好，我是小徐啊。昨天晚上我们家园这边下了整整一晚上的雪，早晨起来简直就是一片冰天雪地，狗狗所有草地里面全部结了厚厚一层冰，因为晚上下雪的时候狗狗们在外面玩雪，然后导致所有的雪都化了，就结成了这个样子的冰，一层一层的。现在还出了点太阳，这个冰慢慢的化了，然后我们狗狗的水呢也结了这么厚一层冰，狗狗外面所有的水全部结冰了，外面也没办法喝水了，所以今天把狗狗所有喝的水全部搬回到了屋子里面，让他们在屋子里面喝水，因为我们屋子里面有烧暖气，烧了暖气的话他们那个水也不会结冰，同时狗狗们也不会冷，所以让他们全部回屋子里面喝水。这是2024年最冷的一天，今天-11°。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家园这边的天气会越来越冷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上个月一直在筹集狗粮的原因，因为到冬天狗狗们需要很多物资，咱们又没办法做饭，所以需要筹集的狗粮比较多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昨天晚上草地的一个情况，草地里面全部都结冰了，白花花一片，可以真正的说是冰天雪地。现在出了太阳了，慢慢地下的冰也化了，看这地下的冰全部都化了，还有的没化呢，没有出太阳的时候这个地下整整就是一层冰，可以说是很完美恰当的一句冰天雪地。这是狗狗喝水的盆，看狗狗喝水的盆，奶水还在那喝呢，这个水呢今天就化了，化了就倒掉了，倒掉就全部搬回屋子里了。现在每一间屋子里面都给他们放了水盆，屋子牛牛屋子里面也全部给他们加上了水，但是有些狗狗呢它中午会在外面玩，所以中午外面呢还是会给他们放一点水，然后不结冰的情况下，如果结冰水就全部搬回到屋子里面，让他们在屋子里面喝水了，因为这个天实在是太冷了。早晨起来冻耳朵呢，哈，耳朵也冻成猪耳朵了，看看这雪满山遍野被雪覆盖了，这场雪下了就不会再化了，天气预报明天还会有一天雪，可能明天的雪会比今天还要大，但是那是天气预报，但是天气预报有时候也不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下，反正昨天晚上天气预报有雪，是下了一晚上的雪，看看那山上白花花的山上，下完雪后的天气都是空气都是新鲜的。然后我带大家看看狗狗屋子里面的一个水吧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咱们每一间屋子里面都给它加了水，不只说是只有外面，因为下雪天结冰了外面的水喝不到，所以咱们就给他们搬回了屋子里，屋子里也给他们加上了水。这是狗狗屋子里面，每一间屋子里面全部给他们把水加上了，因为太冷了，外面的水一旦结冰了之后，狗狗们连喝的水都没有，所以咱们就给他们屋子里面也就加上了水。一共是这边有四间屋子，每一间屋子里面给他们加了一盆水。干嘛呢？这样的话，他们可以在屋子里面喝一点不结冰的水，也不用一直喝结冰的水，喝结冰的水对狗狗也不好，他们也喝不到结一层冰，还得用爪子把水给打破才能喝到。然后狗狗屋子里面呢是暖和的，因为屋子里面烧了暖气，暖气白天也特别热，这暖气片摸上来还烫手呢，所以不用担心屋子里哈。你干嘛呢大拉开，抬腿就撒尿，给你们看看，基本每个屋子里面全部都加上了水，大家不用担心哈，能做的我都会尽力做到万无一失，会用心用意全心全意的来照顾着这些狗狗。入球冷不冷啊，入球啊，看这边的屋子里面也给他们加上了水，每一间屋子都给他们把水加满，也不用担心水会结冰，也不用担心冬天他们没水喝。现在慢慢的地上的冰化了之后，狗狗们就出来在外面晒太阳，因为咱们是水泥地，这个冰化了之后那个地也干得很快，干了之后像这边的地你看开始已经慢慢干了，干了之后狗狗们到中午就全部出来晒太阳，因为他们也喜欢暖和，到
到晚上就全部回屋子里，白天就全部出来晒太阳。每两边区域，每边哪边的狗狗都一样，看，并不说是只有这边的，两边的狗狗都是一样的。我再带大家去对面看看，对面的重生啊，小状元他们那边，那边也是同样的一个方式。因为天气太冷，咱们就考虑到狗狗的一个感受。如果说是不结冰的情况下，咱们水盆里面外面的水盆还是给他们把水加上，把水加上，因为晒太阳的时候热了，狗狗们懒得回屋子了，就让他们在外面喝水。好，咱们再去看看小状元他们那边，看看这边，这边也是地下冰结的一块一块的，两边都有结冰，但是这边化的要快一点，这边属于是太阳正对面，正对面就是太阳，所以这边结的要快一点。刚拖了地，刚拖了地，等里面地干一干再让他们进去，刚把地拖过，早晨起来第一时间就是扫雪拖地化冰，把冰化开。看看他们，像小庄园这边的话干干瘦瘦的，因为这边的狗狗少，然后这边的狗狗也是一样的，这边的狗狗也是前面化了冰，然后他们在这边睡不是哦。看看，这是家园的一个情况。你不能出来，你跟大王不和，一会儿我进去陪你玩。看看这，每次下完雪，真的是冷的不行。然后这个就是战神，战神看到我也激动了。被雪覆盖了整个场地，场地周围全部都是雪。看看他们，今天给大家就是看看基地下完雪的一个状态一个情况。你看那几个爬窗上看了，不见去爬窗户上看了，对面山上也都是雪，白花花一片，对面山上这边都是白花花一片一片的雪花。今天下午直播，周五直播的时候我要进去跟重生玩会，重生想我了。